按你的车的音不对。好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看那个，你听，你一定要听出来你拉的是不对的。对，这个音是对的，有点短那个。找回来，你刚才只是高了一丢丢，你都能把那音给我正过来，你能听出来 C 懂吗？你只是不认真，你刚才这个 C 拉的特别准啊，来。吹拉的特别好啊，你得找住找住那个调，要不咱们吹都拉不好，咱拉吹多干什么？
嗯。